是什么啊？为什么叫做月饼后颈椎不适呢？父母，请恁唔通说囡仔受气，就是我风采，我婆娘母的超过，对你受苦的忍受，想讲呢，你彻底了解你一个，唔则随便后颈叫我，我是可以变出恶意呀？那你是我误会。真歹势，家中贫寒，这款的汗毛，刚好意思请你来提神。虽然你当年做生意吃水甜，我可以讲对我的人情。你是风家人啊。
上会晓读天文知地理，因为你根本就是满口的乌言嘛。你收会蛋糕啊！你这个皇家人，竟然相当的身份，你竟然爱慕一个男人，不惜一切，对另外到我的家中，你连生龙歹话，你讲我的家后家都平替扫帚，过年出现就是你，啊哪里你叫我上去修理，是过来娶你啊？是啊，把你放起来，你可以步步高升，登上雕龙殿，你可以高官烟尘，享受烟花富贵不息。确实呢。心也搁可惜，偏偏我对你未动情啊！我的家无论怎样善怎样歹，我依然无法度离开伊，因为阮两个人从头到尾就是同甘共苦，阮相知相惜。要若你呢，怎样啊？甲头仔你娇生惯养，要若伊我嘛，根本就无法度甲你共度一生，请你另找他人。Thank you.
去，我嘛才来看一下。你来有这无用，你死伊出嘴给你骂。我刚才我见下一个，一身汗味暗晒，啊，你看你哦，汗钱都转来，我都枵啊吼，真枵啊。啊，甲你讲落去，我唔知人枵，加在你转来要转来厝房啊吼。我听你哦，你要散去，我来去准备厝房的菜。我今天就是要进来，那土草我都爱丢滚了，什么？我进来先啦。啊！我